阿宝也给那个李炳辉哥哥感觉一下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看到你们嘛。我伫遮。我好怕哦。啊？我好害羞哦。我怕。我听到怎么逃？老魏，你不是害羞，你这叫做老不羞。对，老不羞。哎，吴宗宪，啊，你可来啊？啊，你我讲你就对了。哦，这个我的哥，那坐飞机哦，搞个空中小姐，那不坐飞机都安那讲，你知道吗？再联络。再联络。对啊。 来飞机，空中小姐讲吼，讲再联络安尼啦。哦，结果有一个空中小姐说不联络了。哦，对嘛，真是，来来来来，感受一下。啊，手底下，手底下啊。不会，他也不会很胖啊，也不会。来，我看你，那个手我烧了你，好温暖哦。不会，帮你放手啦，你小站站者啦。不会啦，我给他放手啦，你们。 哎，他们两个就可以这样子说起相声，对，好有默契，有默契。啊，你们平常时有大聚会不哈？哎，无，我人未使跟大聚会啦。哎，他们的对话很劲爆哎。那阿宝觉得是什么动物？可能是鳄鱼。哦，阿雅呢？我觉得是鳄鱼，可是我刚摸它没有尾巴，所以我在想说它是不是。 年摸那么长哦，我只摸一下。爬虫类的一种，而且它的头在这边，尾巴在这边，对不对？真的哦，对不对？对吗？所以是蜥蜴类之类的。你觉得是鳄鱼是吧？那我也觉得是小鳄鱼好了。小鳄鱼，鳄鱼，好不好？那让你们摸一下它的头。不用，真的，谢谢。真的，因为我想摸一下好了，因为它也六天没有吃饭。你干嘛这么时候笑我们？好。 恭喜获胜的是我们阿雅阿宝掌声！你打开来看吗？你们曾经跟人家那么亲密，还摸人家的屁屁，现在就不要人家了。 人气堂，人气很旺，是小狗吧？吓了一跳，人气很旺，对的，要人气很旺的才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。而且今天他们是两个人的搭档哦，团体一组，他们还有和声，还有唱歌，对不对？然后两个人有一个弹吉他，有一个没有弹。 欢迎我们的尤克里里。嗯，乱讲。那是另外一次拉手风琴。哦，手风琴啊。那讲到手风琴，大家一定知道是谁了。谁？哎，欢迎我们的金门王李炳辉。哎呦，要听到没听到？哦。 金门王甲李炳辉两位来到我们现场，好来，两位大哥先跟观众朋友大家问候一下。现场来宾以及电视机的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啊好，欢迎欢迎。啊，多几位好，李炳辉新景华后尾大家。我们两位，我们几位主持人帅哥美女，还有我们现场可爱的观众朋友，电视机旁边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炳辉。啊，紧张啊，稍等。
大家午安啦！哇，你今麦是无看到讲今麦是几点？大家晚安，好。差一点说大家午安啦。我跟你讲哦，所以哦，你现在变成巨星以后，鲜花嘛是要正常，对不对？大家拍吧，就拍到下早六七点才要困啊。我最近在录音啦，在录音，在录音，好久没有看到他们在电视上出现了。啊，我跟你介绍两个人哈，你敢看边啊？这两个你有看？边啊边啊边啊！在左边，我是阿雅。有一个叫阿雅，你知阿雅就唱咧，阿红豆，咚咚咚，大红豆，咚咚咚，芋头，咚咚咚。这个是碧花小姐。我们李炳辉先生竟然会唱红豆这条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不过人这条歌词怎么改啊？改啊？有啊 ，1 2 3 4，阿叉赛，阿叉车赛，阿囡仔叉赛，大人浪赛。有一则新闻吧，是跟公园有关的。够了，像话吗？阿玲诶，今天哈叫做阿雅哈，现在讲话这个叫阿雅。你好，你好。另外今天哈，以香港人，香港人，但他现在已经落籍在我们台湾了，够读大大，真够读册。阿玲，人生就真水啊呢。哇，阿因爸爸就有名，因爸爸伫香港哦，算讲迄个演艺圈内底哈。你应该有看过嘛？曾志伟，刚才啊。曾志伟啊。曾志伟，你知道？曾志伟，我得爱去小心者。你有看过这個人呀？啊啊！刚才白了，刚才唔白了。刚才白了，刚才唔白了了。你讲的真正安尼，就暗暝的追鸡啊，刚才。来来来，那个。两位大哥好，我是阿宝，请多多指教。阿宝，刚是汉堡妹妹。哎呦，你敢看吗？很幽默哎、欸哦！你敢看一个真幽默啊！其实我们有识识啦，是有识识啊，刚好有见过啦。真的吗？阿雅跟他们两位大哥有认识吗？对，我们在活动的时候有碰过，然后我记得去年跨年的时候，對對對我们有在一块，哇塞，他们长声如雷。无，迄阿雅是阮换贴的因妹妹。恁换贴的是啥物啊？哑巴因妹妹。好，哑巴因妹妹是阿雅呢。我怀疑不是雅，不是你雅，人家是文雅的雅。啊对，你弄掉啊，掉起来你。掉啊！奇怪，你捌你哟？没有，因为听这个雅一定是文雅的雅嘛。啊！而且我们录音室还在同一间呢。哎呦，所以你们也经常见面啊那样。那你们两个如果说哈，你对他们都不认识，也没看过嘛。好吧，你如果单凭他的五官哦，安尼你敢蒙会出来，这个人是啥物啦？我是不敢蒙着啦。对对，你哪有不敢蒙着？安尼就欺负未成年少女。对了，我是感觉阿雅吼较善。阿雅较善。你哪在？阿宝。因为我第六感吼感觉较善啦。真的吗？听声音就知道了。刚刚大卫都善安尼啦。来来，那，我想大卫都善对吧？因为。你安尼都人身攻击啊！是啥物意思啦？你听无呢？那我们可能较平常食饭的话，阿雅过来让你摸一下看看啊！来来来来，你去呢？来来，阿雅你过来啊！好来。唔过我望到鼻鼻错咧，免惊免惊。你去啊，望到会惊。免惊啦，你额头，来，你的手关关哦，你唔通望到伊个代志大条。我想望手啦。唔，你好。阿姐呐，干嘛呢？鼻子，无遐那个一条。那我哪去帮你？啊，人家也装饰品啦，那手，手啦，嘿啦，那我遐瘦你啊看，侥幸哦，敢若无食饭哦，唔甘，我真唔甘丢掉嘛。啊，这个是阿雅哈，好，安尼好知影。阿宝也给那个李炳辉哥哥感觉一下哈，因为他没有办法看到你们嘛。我弟弟啊。我好怕哦。啊。我好害羞哦。我听到咁样吵啊！老魏，你唔是害羞，你这叫做老不羞。对对对，吴宗宪，啊，你较内行。啊，你我讲你对啦。哦，这个我弟哥诶，那坐飞机哦，甲个空中小姐啊，那要落飞机都安那讲，你知无？讲再联络。再联络。对啊。哦。甲个飞机空中小姐讲吼，讲再联络安尼啦。啊，结果有一个空中小姐说不联络了。哦，会嘛？真是，来来来来，感受一下。手底下，手底下啊！不会，他也不会很胖啊，也不会。摸一下就好啊，莫摸伤久啦。对啦，来我看你，那个手还烧着哩，好温暖哦。不会，我去放手啦，你小站直坐啦。不会啦，我给他摸手哪里问？他们两个就可以这样子说起相声来，聊很久哎，有默契哎。你们平常是有大聚会无哈？无，我人未使开大聚会。啊，我人嘛未使开这低大聚会啦。来。哇！他们的对话很劲爆哎，很难得可以听到。
我之前好像搞了哈，我还跟小英在卡扎，我那做那个事哈，是是是，啊有那个绰号嘛，啊一只狗啦，一只猪啦，一只那个猴子，保一对保一对，还有我是高扎卡高架。我以前哈胖的时候都重，你知道吗？87公斤。哇，最重87啊！今麦称多少？今麦称60几。60多。现在标准。瘦了20公斤下来不容易。哇，啊，今天是一体拢就散了。李炳辉，我从小就这样子。李炳辉一直都是很瘦，天生的。啊，你是无三无加是加嗨的？我啦，无加嗨啦。啊，我做老师的啦。听讲你有女朋友啊？哦，啊，那个是。正当的交女朋友没有关系吧？对，而且你知道他女朋友非常非常好，很贤惠，常常陪着他。最后呢？安尼真幸福啊！我中间你无感觉有拢无骨气去啊，拢得跳骨去，你无？嘿啊，啊那几个人敢？咱大家拢来检查看卖。哎，无骨气去，啊得跳掉去吼。拢无啊，我跳骨去啊。是是是，嚯！你看两个人就斗起嘴来了。对呀。但是今天来啊，我告诉你要让你们两位来新感受。对，用心来感觉。对，用心来感觉。为什么呢？很多人啊，人家是眼盲心不盲哦。你稍微发出声音或干嘛，他就能够感受听音辨位。对，我看过一部电影，他是现在讲说一个人呢，他虽然眼睛盲了，但是呢，他用心去感觉这个世界是非常美好。他后来眼睛好之后，他反而觉得这个世界是很不好。哦，我还没介绍完呢。但是有些人是眼不盲心盲哦，那就厉害了。有些人被偷拍哦。算了，不要再讲了。你现在有没有讲100次？对呀，从头串到尾。I'm sorry。我最近真困扰啊！你今仔有，你两个今仔有看报纸？这报纸我今仔日是无看。伊发篇新闻，我阁唔捌听到呢吼。捌听。伊个李炳辉先生，你也用个今仔看报纸？无啦，我讲报纸我是唔捌看，捌拢有听有听啦，但是唔捌听过你的。他等下龙眼说，我请恁两个来看电影。然后咧，那个你要请吼，无看嘛，就甲你听。你一讲，我带恁去看，恁绝对看的。啊，英国片，但是恁一定看。哦耶 ，baby， 哦 ，baby， 哦，我听无呢。啊，那是哪？你怕太结棍了？还是摔跤？还是摔跤？那不是，那是妖精打架。哦，妖精打架，摔跤就对了。对对对对，今天啊，要让人家比赛一下哦，注意一下新感受。阿宝跟阿雅他们两个把眼睛蒙起来，所以他们也就看不到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们也是一样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分为两队来比赛，你们来摸摸看这个东西是什么，好不好？只能用心情去感受哦。对，好，来，我们先把面罩拿过来，这个啊，眼睛要蒙起来才会看不见。好，第一位，你这个叫做画蛇添足。哦，是是是。哦，那你们两个带就可以了啊！哎，阿宝跟阿雅，这样几次？一只。好，那么很清楚了，他们已经看不到了。现在马上要来试试看，两队人马来。哎，不准讲话，同学不准讲话啊！不能怕死人。啊，欢迎第一道菜。不是，请我们那个老板出来处理一下，因为我也很难下手。什么啦？是怎样？那么好，首先是由我们金门王来到前面来，来啊，水里啊，好，请摸摸看这是什么东西。不是，你得过来。不是啦，是摸推车饼店，那推车没绳啦。他带人家公布答案哈，过来第二一位，来我们的李炳辉先生，来，好，请开始摸。我们四个人都摸，然后两组分别讨论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一边买一边买一边买，哎，怎么好恐怖啊？这真正签名不加签呢，就恐怖。我就讲我就要卡要就要咬起来。我明天看，我明天看。
不过他的表情好狰狞啊。阿宝，我先走了。来，一起过来，一起过来。小心，小心，不要撞到桌角。哎呦，小心，真的撞了。哎，小心。怎么啦？我好忙啊。注意，啊，第一位，请摸。好，摸好了吗？没关系。好了好了，阿雅摸好了，阿雅摸好，往后一步，往后一步。奇怪，他怎么没屁股啊？好，阿爸，请开始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你看我全身都会冒冷汗啊！不要说你冒冷汗，我也冒冷汗，有点恐怖哎、欸。我觉得好恶心哦，怎么办？哎呦，哎呦，阿雅，你摸到阿雅的手了？那什么？不要怕，冷静，冷静。注意，那边，这边啊，这边比较不怕啊。好，注意，再摸一下，这边这。咬他。好，两位撤到往旁边，往旁边退。好，现在请我们这个金门王告诉我们这是什么？因为刚才我说外面有包一层皮呀、啊，啊摸摸摸摸卡袂啥出来了，啊摸你卡袂特别硬起来呢，我们要起来。有包一层皮，那应该是割包喽。哪有这么硬的挂包啊？皮包了，那、嗯、皮包是吧？哦，咦，好，皮包，那我们李炳先，你们两位挡住他了，来，我们根本看不到。对对，好，这边就这边，好，请问李炳辉先生，这个是什么？我想是动物的一种，是羊。羊。羊，哦，差不了太多，好不好？好，那阿宝觉得是什么动物？可能是鳄鱼。哦，阿雅呢？我觉得是鳄鱼，可是我刚摸它没有尾巴，所以我在想说它是不是……你还摸那么长哦，我只摸一小块。爬虫类的一种，而且它的头在这边，尾巴在这边，对不对？真的哦，对不对？对吗？所以是蜥蜴类之类的。哦、你觉得是鳄鱼是吧？那我也觉得是小鳄鱼好了。小鳄鱼，鳄鱼，嗯、好不好？那让你们摸一下它的头。不用不用不用，真的、啊、谢谢。真的真的，因为我想摸一下好了，因为它也六天没有吃饭了。你干嘛这个时候吓我们好？好。恭喜获胜的是我们阿雅阿宝，掌声！可以打开来看吗？你们曾经跟人家那么亲密，还摸人家的屁屁，现在就不要人家了。哎，这家是口译呢，中医有哎呀。我是觉得我有摸到他的脚啦、啊，所以讲他跟他做成皮包的吼，一皮啊，哦对了，因为口音我还没看过。金门王讲的蛮好，那李炳辉先生，你的那个发音那个标准呢？我有摸到他的脚啊，脚啊，啊，脚啊，这只刚刚不会，安尼哦，刚刚不会做盘猜的，我猜不会啊。哦，你觉得是母的是吧？但是你们两个都猜错了。好吧，人家刚刚他们两位一猜是鳄鱼哦，但是你们有做节目的经验，你就知道哦，题目一定是越来越恐怖哦，这才是第一样哦。好，现在马上要摸的是我们第二项，请准备，来，还有，有，你很怕鳄鱼啊？啊，这种动物哈，他一直看着我，我也没有摸过，好，乖。乖哈、哦，不要交到一个男朋友长相这样就好了。胆子较小、善良可爱的阿宝，这下不看还好，看到鳄鱼在等他的恐怖模样，早就吓得泣不成声，两腿发软。可是宪哥为了让节目能顺利的进行下去，也只好命令工作人员准备下一样东西。这就如同宪哥所说的，喝酒顶昂的，接下来的一定更恐怖。到底阿宝能不能撑下去呢？好戏在后头，我们赶紧来看看吧。不能抢，不能抢，因为体健那小心同学，你手不要伸过去，咬到我们不负责。
咬到我们不负责，咬到不负责。要恐怖。你们有，如果咬到我们不负责啊，同学。我们要的是这一部分，好吧？注意了，长长的哦。不能讲，不能讲。第一位，请我们。我看不懂了，不是我教的水了。我担心，担心，这家应该没尴尬了。我不是个性的事。我你开心啊？我你先来好了。嗯，来来来，我往前呢。没惊。好，往前走。我主要穿一只手哦。哦，那几条个家庭的拢无啊，就少啦。不会不会，来，预备，来，往前，搁足远个啦。没啦，免惊啦，搁足远个啦。不，不，差不多地点好无？没啦，没啦，安啦。来，刚才先蒙差不多二十秒了了，来，较快来啦！你看，安尼，我拖你这重。我们惊死你啊！准备。这毛，这毛四个外足歹讲的呢。试看卖就知，一边试。你吃啦！哎，你是咧惊啥啦？给人不要惊乌毛。我个人较惊死乌毛。哎，这个呢算福利，来，请开始。我看你变鬼，拄只那孔鱼，这只可能是孔鸟。啊，是啦，先生。啊，你变鬼啊，两只手吼，啊那要教吼，以后那好教一只也不要紧。啊，靠看啦。啊，你恁两个才有看。我问哦。好好好，一个唔敢望的，哦，马古马古。好，第二一位，请准备。来，这样。哦，伊这较大较大粒，因为你又唔捌吼，手唔捌去用加长过哦。所以你袂了，慢慢，预备，慢慢啦。来，漂亮！哦，我跳跳了，我跳跳。文娘，不要，声音太大，他会受到惊吓。毛吗？不要避开了，避开，哎。啊！你要道理啊，无懵，甲咱头讲都一直用讲诶。哎呀，唔紧诶，懵看卖紧诶啊！我啦，懵遐袂讲，只较袂讲加啦，你。好诶，我讲我。好我怪你也知哦，没有我有啊，给你献金献金。好，恐怖的代志来啊，今麦来就是阿雅了。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咔咔，好来，这边准备。阿雅，刚刚感觉不大，小心哦，会咬人哦。阿雅，小心。小动物，请不要拍他的头，不要拍他的头，好不好？因为啊，我也要摸。阿宝，加油！好，准备了。现在只有一个人是还没有摸到的，对不对？怎么可以让他没有摸呢？对不对？来，哎，然后女生都懵啊，对不对？阿别安嘛，请准备。动作就紧了，哎，一些动作就紧了，这种动作很快，你不要被咬到啊。好，开始。你未准备啊？就讲个紧，未准备先讲，偏偏我刷卡不得定。但是一些动作真的很快。哎，动作很快。啊，你懵起来就好通拉。安尼啊，嘿。都叫人小夸加掉了，你好，是啊，啊你袂准备讲迄，我卡要得顶起。试看嘛，开始。在你的面头前，二十公分的所在，
手举悬悬，甲下落就对啊。我放弃咧。你的人咧遐古毛啊？我惊死，唔是古毛啦你。免惊死啦，等下，特别惊啦，哎呀，遐拄好叫夹着。我用药好无？没有。你即马袂使讲啊，想讲你啊。沉默。一定爱帮我。哎。啊，这波。你个用骗的哦！无啦，我是看哪阵子叮当要错一个。无啦，无叮当啦，进来。哎呦，我唔知。我伫面头前，你是要讲几摆啦？哎呦，手夹关哦，这个高度下落就对啊。叮当哦。我看唔望咧。我正差不多停个。这波吐几枚啊？结果你拢在讲这句袂用个啦。继续，甲蒙一个就好啦。哎呦，蒙一个睡着啦。佮咱去互电着安尼呢？真诶啦！啊，伊头我足紧咯，我都足紧咯。你好。对啊。你啊，我这头我咧紧咧。你头足紧咯，啊，你紧酒也好啦。来啊来，佮蒙一个就好啊，一个就会使哈。哦，那有那讲啦，啊，这敢那假哦。这用人去用的，反正。这么用那脑的，这。哎，你讲这是人就对，啊，那人就免惊来，人就免。你人的手看嘛。啊，人的手在试看嘛，试看。哎，我们今天在这金门玩，蛮害怕的，真是。因为要穿一支吼，这支不靠保险，拢袂使。好了，好，那你来猜猜看，到底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很要。你先要啊，那啥好像。你头都要崩脚脚啦。我崩不脚脚。哎，我崩不脚。我那都惊哦。好，那请问金门王李炳辉两位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有些动物吼根本不看，没像濒临绝种。我没看过动物就对啊。嗯。好啊，你好。高等动物吧。高等动物是什么？我想，我是不是人啊？是人。好，阿宝阿雅猜的是什么？我们也是猜人，而且我们可以说出他的名字，叫做一二三 ，no， 排不下来。太可怜了，太难了。真的不是，我们不知道答案，我们是听那吴宗宪的反应，还有现场观众朋友，哎呀，而且说真的，整个综艺期间这么多毛的人只有他啊。但是我一定要了解，我刚刚打到他哪里。我们再看一下稍早阿雅打到 NONO 的精彩画面，阿雅知道真相的阿雅会有什么反应呢？要娶我？你现在娇嗔了。你打到头，你打到我头都要去帮你，迄个我感觉手嘛，我都这跟那人的手安尼。哦。其实阿雅，你刚打到他的头了。哦。对哈。只要你头长那么大一颗。没有，不是。问题是不是那一颗啊？那是鼻头哦。对。鼻头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请戴上眼罩，最后一道题目，最后一道了。好，来，康康，请准备，康康。哦，最后一道。好，大家不准发出声音。好，第一道题目，来，请。有个我，不是有个你逐摆拢难过跳过无望你哪呢？我准备跟你讲。不准备，大家拢爱紧紧。没啦，安啦，伊即届只有坑你人啊来哈，来，请准备，啊，这个高度，黑的皮卡西啦。放哪里啊？嘿。来，好，试看嘛。手较贵点哈，也来，无啦这。没啦。手从摔跤的幅度够往好了。你的疑问那也真多啊！我看先哦，你平时情况啊？奇怪，你那拢四四都有，唔免四平都啊？先我去试探嘛呢？好，阿伯我叫你试看嘛。我看看拢无坏，好啦，拍看拢情况。好来，拍看来，拍看看。拢无坏多，老多啊！先我看，好，我你要赌去倒啦！
喂，你免头拄过去啦，头拄伊规粒头硬去哦、喔。无啦，外口迄是内底啦，讲内底啦。你崩好啊，往后一步哈、哦。好，再来，两位，阿宝先好了，阿宝来。我先了。阿宝，阿宝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先好。可以、哦，阿宝又让他训练比较勇敢的女生。好，对，这个高度。这是箱子。对对，这个高度进去就是他了。别怕，他只有28公斤。前沿还是往后？好，就下去。它会咬人吗？会。真的吗？我好怕、喔。为什么后面还发出那种像蛇一样？它有毒吗？我们参差不齐、啊。为什么我觉得摸了好久都没摸到它？那你没有下去，当然摸不到啊。可是我好怕。别怕，就这个高度了。好。观众中没有毒、啊。没有毒，有毒也不会过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了吗？好。阿雅是胆子最大的艺人了、啊，来，好，开始。阿雅真的不简单。你不要吓他了。好了吗？好。现在金门王先生，你想好了吗？可以开始摸了吗？你在摸阿美。好啦，查某囡仔要碰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人家女生都摸了，你不敢摸这边，好，高度你加，来哦、喔，哎、欸，里面，你刚刚来对啊？对，哎、欸，乖乖，那光贴光贴，哎呦，不是，是吧？为什么？刚才给我电麻掉啊？也无啦，也别电人，也讲诶，清查后边讲讲诶，我有回掉，刚才无啦，摸看麦。啊，这个刚刚高啊！啊，对，高啊，这高啊，不是高啦，小狗又没有摸到你高啊！他正在叫了，你看这叫啊，那是我叫的啦，不，这个高啊叫，你敢对在冲的啦？我来对这叫，你出声哦，这高啊叫。你规暝拢甲动物在讲话，你知不知？你能不能出个手摸一下？没啦。工业灯光照进去。哎，你妈粗话靠腰都出来啊！这家的靠腰啦，这家。好，请摸开始。那玲玲啊，玲玲，啊，无代志，小小要创啥？小小就将我捧出来啊！好，请问是什么东西？这只是敢那狗啊，迄种型的。啊，来狗啊，这脸我来是错的啦。好，我们现在请阿雅，阿雅你胆子大，阿雅应该会猜对，你把眼罩拿下来。不用讲答案吗？不用了。来，你敢不敢把它拿起来给他摸？我知道是这玩意儿啊。那你敢不敢拿起来给他摸？不用这样子。好，算了，阿宝也把眼罩拿下来，给你们。我根本看都不想看。真的，好，那李炳辉先生这是什么物件？我猜是，我猜，我刚刚好像狗嘞。也是猜狗。两位都猜是狗咋？真歹势，那是青蛙。牛蛙，这是牛蛙，很大，有没有？Hello。你不要这样子。对，轻轻的无所谓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有那么大吗？哟，我大只，你别个蹦起来不？啊？你个最高哦。啊，对。M 就是他。哎呀，你我偌贴的，我都唔敢蹦啊。对呀、啊，真奇怪。无啦，你麦克风啦。不过我要说真的、喔，那眼睛蒙起来，真的做了很多事情都很不方便，所以對真的两位很辛苦，掌声帮我们鼓励一下。好，谢谢他们，我们也希望他们经常来到我们节目当中。Thank you， 谢谢。